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，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，危害台海和平稳定，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。中方对此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来干涉。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，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，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，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。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